授予的时候，我们同仁就直接讲说这是特斯拉，所以我们都特别注意。所以我们在半路上有遇到浓烟的时候，我们就直接先叫水库车支援，因为这可能要大量的水柱才能够把它扑灭。现场查看车子会有人受困，啊，后来事后得知旁边有两个父子在那边哦受伤，我们就请救护车快点过来把他载去医院。摩托车过去那边啊，一台车子在那边就卡在那边，我们也没有注意到里面没有人啊。啊，骑摩托车到我们那个急救道那边往上跑，没有看到路边很多那个吊车的零件啊，就把它拖到旁边去。对面一个人就跑在那边，把那个人一个小孩子拉出来，我就赶快跑下来帮忙拉抬啊，就把他抬出来啊，抬到路边啊。那你怎么知道驾驶是林志颖？哎、欸，你是林志颖的谁？阿蛇问的啊，黄色地名的。我好奇，我们只是路人而已。他的状况怎么样？他就右手好像有脱臼，右手脱臼。哎、啊，全身有黑青啊，血啊，这样子。